越来演练，构成玄武养生太极剑的基本，基本中的基本，就是它的基本功。林中兴老师，请准备。我们这个美丽的助理是苏玉珠老师，谢谢你。玄武养生基本功第一式，揉肩。第二式，下式，双脚微开。三好，回到中间，高铲。